美可以超越时间，成就生命的意义。绿叶正在用热情和梦想创造一个新的世界，一个为美而生的世界。这是一座国际化的综合性产业园，绿叶集团正如一艘带有美丽的商业巨舰，急速前行，高效运转。科技研发、生产制造、行政管理、市场营销、客户服务，各大职能中心紧密配合，不断向合作伙伴提供优质的产品，奉献专业的服务，打造梦想成真的事业平台。秉承徐进成董事长专注、极致、共赢、快的七字核心文化，绿叶人凡事力求极致。在近20年日化产品自主研发的基础上，绿叶科技实力不断提升，已逐步发展成为中国日化行业的科技引领者。2011年，绿叶先后与国际化妆品巨头意大利 Intercos 集团、瑞士国家护肤研究中心、瑞士 CRB 展开合作，共同致力于国际日化行业的高端研发。绿叶集团生产制造中心，一座缔造美丽、健康与财富的产品加工厂，整座车间通过 ISO 22716质量体系认证、 SGS GMP 认证，达到10万级和万级洁净标准。生产线采用德国、法国、意大利等国先进生产设备和国际领先的质量控制系统，凭借尖端的科研技术、精良的生产制造，绿叶集团不断出品科技领先、品类丰富、贴近生活的优质产品。产品线包括高端化妆品希诺斯、家居用品嘉得丽、个人护理品卡丽诗、营养食品纽维斯和小家电安奈斯五大品牌系列产品。其中海之恒颜安瓶、清凉海藻无氟牙膏、玉美丹等产品，凭借卓越的功效、高端的形象，深受好评，成为绿叶的明星产品。一份份含金量极高的产品认证和荣誉，是对绿叶质量的信任，是对绿叶出品的褒奖。在产品获得消费者喜爱的同时，绿叶美丽事业不断获得领导部门的大力支持和国内外行业机构的权威认可。凭借在行业协会和社会公益方面所做出的突出贡献，徐进成董事长先后成为中国香精香料化妆品工业协会常务理事、江苏省日用化学品行业协会副理事长、江苏省见义勇为基金会副理事长、苏州市警察协会副主席。当美丽的梦想开始绽放，绿叶希望有更多人可以分享。绿基金自成立以来，多次捐赠各地见义勇为基金会，累计捐助贫困儿童、西北贫困大学生共计200余名。绿基金以无私奉献、感恩社会的方式传播绿叶之美。当绿叶繁茂成林，诞生美丽新世界，拥有优质的平台和绝佳的良机，我们都将在这里创造财富，实现自我，成就美丽人生。绿叶，为美而生。